社会，一切呢都要有新的面貌，所以呢我们成立这个学习小组，现在看来尤为必要。今天早上开始，军管会的兵几乎全部出动，他们全程布控，搜的全是私厂。莫名其妙的，共党搜私厂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没什么可怕的，只是铁手担心再这样搜下去，恐怕共党会知道我们一些秘密，所以铁手希望你今天就能完成你的使命。杀桥梁？对，杀桥梁。可以杀桥梁，可是我杀不杀桥梁，跟共党的动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很大。桥梁一死，共党就会失去智囊和主心骨，更关键的是，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他们不再把精力放在桥梁上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喘口气，准备迎接颠覆临江的光辉时刻了。好，我可以今天杀桥梁，可是我们对他的行踪难以掌握。你们要让我在一天之内掌握。我办不到。桥梁的行踪很简单，是吗？他在哪儿？他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军管会。军管会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没看见那个姓马的？近期他们的活动规律都是桥梁坐镇指挥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进军管会杀桥梁？对。乔林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进入军管会，杀掉桥梁。红姐，喝点水啊！谢谢。你坐着别动。现在呀，这毕竟挺着大肚子，体质不如以前了，这活动起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灵分了。你已经挺好的了，没那么矫情。慢点啊！这些病人呢，其实都是饿趴下的。要依我看呢，只要给他们几顿饱饭，他们马上就活蹦乱跳的了，肯定的。那医院的粮食还够吗？够啥呀？那米缸啊，马上就见底了。这几天呢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已经都自觉的中午不再吃医院的饭了，把这饭呢留给这些病人吃。即便是这样，估计也撑不了几天。哎，书记，你帮我给护士长请个假，我回去一趟。回家？对。我去弄些粮食来，你坐这儿别动。桥梁杀了，然后被共产党拿枪打死，只有这样他才会彻底安心。那倒也不至于。铁手是想借这次机会证明不是活山。小林，其实我们哥几个都很看好你的能力。行了，我会证明的，只要今天我不死，我一定能证明的。你进去之后，里面有人会接应你，
他是个文书代号人，他认识你会主动接近他。什么时候动手，以什么方式动手，以及怎么撤离，他都会给你详细的计划。你要做的只是开枪。 小姐，你真要都搬走啊，就留那么点米，这真要是粮荒闹起来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可怎么办呀？王妈，你担心的是以后，可是现在临江城已经有百姓吃不上饭了，放心吧，我留的粮食够咱们家吃半个月了，你告诉大伙儿省着点儿，我们和大家一起把难关渡过去就好了啊。小姐，你怎么突然脾气变了呀？是不是让那乔主任给你吓了？ 王妈，你听好了，没有人吓唬我，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没事儿啊。可老爷要是知道了怎么办呀？肯定是老爷电话，昨天晚上他隔一个小时就打一遍，我们都不敢接，估计老爷是担心小姐你，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小姐，再不接老爷就急疯了。行，王妈，你去外边替我看着点啊。 去吧，去吧，去。喂，爸爸，你是亚楠。 怎么说？好，很好。继续监听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，乔主任？叶家有新的消息了。没错，叶天成给家里打电话，亚楠呢？ 主动劝说他的父亲，要放弃和铁手之间的合作，并且告诉他的父亲，一定要把这些粮食归还给临江的老百姓。好啊，叶小姐进步得真快啊！可能是受到亚楠这些话的感染，叶天成告诉他的女儿，他们几个资本家呀，也感觉到铁手那边的气氛不大对头了。因为啊，这些黑市交易的粮款和钱款。 根本就没有打算他们的招呼上，所以他们只不过是被利用的棋子罢了。这是好消息啊，他们内部产生的纷争，那这批粮食我们就希望了。没错。林队长，如果你要信任我的话，晚饭时候的食堂是你动手最好的地方，请跟我来。
老乡的饭菜啊，我今天特别有胃口。咱们不谈工作，也不谈生意，只吃饭。来，各位请便。范老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。铁树站长，我们几个就是想问问你，当初你答应好的，我们配合你把粮食藏起来，让临江断粮，然后呢把粮食在黑市上变成金子样的价钱，这没错吧？没错。我们几个的粮食在黑市上卖了好几天了，听说那个银子哗哗的往里进呢，可钱呢？钱呢是赚了一些，但是现在外面时局动荡，所以我认为这个钱放在我这儿比放在你那儿安全。安全个屁！一颗老鼠屎坏了我的好胃口，我只要想让他安全，他就安全。就像你在我这儿一样。这个钱怎么给你们，是下一步的事儿。干嘛要这么着急呢？你说呢，叶老板？铁头站长，我一直对您是很信任的。谢谢。只是我听说共党今天开始在临江城全面搜查各家的私厂，他们要这样查下去的话，我们那批粮食恐怕就藏不住啊。我不管你这个消息从何而来，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，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如果共产党找到了这批粮食，那这批粮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没情绪了，下次吃饭再说吧。如果下次吃饭再吃出老鼠屎，那这饭就不用吃了。桌子没有，从你左边数过去，第三张的乔梁只要是在军管会吃晚饭，就一定会坐那张桌子，记住。到时候你就坐在这儿，从这儿起身走十步，近距离开枪，乔梁一定活不了，然后就转身跑。加上你走十步，从那儿到门口的距离不会超过五米，到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，这段距离你有足够的时间离开。我会把车停在门口并发动着，你上车就可以开走。出去的路线就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，两分钟之内你就可以离开军管会。可是你怎么能确定乔梁一定会来这儿吃晚饭？他一定会来。马鞍山命令乔梁这几天不能离开军管会，哪儿也不能去，所以今天晚上乔梁一定会出现在那张桌子旁，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口饭。丁队长，你不会真的是卧底吧？如果我真的是卧底的话，我死的人第一个就是你。我说也是啊，铁手根本不会管我死活。要是卧底，我根本没机会坐在这儿跟你说话。哎，不对，铁手考虑过我的死活。要是卧底，我必死无疑，
所以，我死或者活着，就是检验你真假的最好办法。你说呢，林队长？接下来就都是你的时间了，好自为之，林队长。又找遍了，没有。先别着急，这样吧，咱们边吃边聊啊。这个粮食的问题是个大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加大。行，先进。就是。哎，先进。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粮食的问题啊，全都查过了，全都查过了。整个临江城所有开工的、没有开工的，甚至是已经废弃的私厂，全都查了，都没有。还有，毛主任就连临江城和私厂有关的碱厂，也都查了，没有。私厂找不到粮食。那就说明了，这个火山提供的情报有问题。那火山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那现在顾小三呢？有消息吗？还没有，估计很困难。现在私厂找不到粮食，那这条线索呢，就算是断了。而且现在火山的身份真假难以判定。我看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。就是叶亚楠和他父亲沟通的情况，但是叶亚楠现在在跟他父亲沟通吗？反正就看今天了吧。
乔主任，挺住！来，走。 知识啊，我还真是得向你好好学学。事儿慢慢就好了。前面让开，让开！知道了。乔良，你确定没有生命危险？那好，陈志海，我知道你身边的人手不多，我现在给你派了一个班。 马上就到，对，我命令你，所有的人不得离开强梁身边。若再有问题，我为你施粉。嗯，此刻我们抓到了，今天晚上我先初审一遍，我晚点去医院。好的，再见。梅梅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医院有个护士叫叶亚楠，对。 叶天成的女儿，我怀疑这个人跟特务有关系，你要看紧他，千万不能让他靠近乔梁。好的，我到了再说。没事了，再见。我是这个医院的护士，我有权利进去看病人，让开。对不起，叶小姐。哎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？叶小姐，其他护士可以，您不行。 我不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说出理由来。不行就是不行，没有为什么。嫂子，他太不讲道理了。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那陈志海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人叶护士说了，就是想进去看看乔主任，你干嘛不让进呢？嫂子，这叶亚楠不能进去，理由您去问马主任。我就知道。 这个蠢主意肯定是我们家老马想出来的。雨晴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乔梁伤得重不重？有没有生命危险呀？叶小姐，您放心，乔主任只是胳膊受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哎呦，哎呀，好了，事儿啊，就肩膀受伤了。
咱们先撤。怎么着？你的身份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替你说？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？告诉我，乔梁怎么样？他很好，医生说这两天就能出院，而且跟没事的人一样。怎么样？觉得自己特别失败了？笑什么呀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马医生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你什么也别问我，我一个字也不说。你们共产党不是自诩会优待俘虏吗？所以你也不能折磨我，对吗？优待俘虏，那是针对那些愿意弃暗投明的俘虏，不是像你这种死不悔改的刽子手。说吧，为什么要暗杀乔梁？还有，你们把临江的粮食藏哪儿了？铁手他们呢？你听着，马医生，这些事儿你从我这儿问不出来，你这个蠢蛋！哈哈哈！疯了！你要打我？谁是蠢蛋呢？你不是说是吗？我有办法让你说出来。满山，你有种，你有种就打死我，让我是你爷爷，我是你太爷爷。你个王八蛋！你奶奶的！我是你爷爷，王八蛋！快点拿出来！哎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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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呀！放下呀！你王八蛋！你狗头！你哎，站！哎呀，快点！你狗头！你哎，站！完了！哎，王八蛋！放出来！王八蛋！放开我！喂，我是李健。好，我会转告铁手的。还是墨雨，他说林东被逼供，打得很惨，但是宁死不屈，什么都没说。能确定不是苦肉计吗？墨雨说他一直在观察，马鞍山打林东一定是真的，他认为林东不会是内奸。希望我们现在策划营救行动。先稍微等一等，探长，那我们还搬吗？对不起，火山还不能回来。我的责任是要摧毁整个铁手组织，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我不能半途而废。阿山哥，对不起，我只能让你打我。你打我越狠，他们就会越信任我。等我完成任务回来，哥可以多打我几拳，那是我欠哥的。我真的很想回来，只是你们的弟弟乔栋，只是乔栋，不是火山，那样多好。8点钟的课，现在几点了？为什么该来的同学不来，不该来的全都来？报告老师，顾小刊同志因为接受重要任务出城找粮，所以不能来上课。马鞍山同志因为军管会发生刺杀事件正在处理，所以也不能来上课。那至于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来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上课。请同学们翻开国文的2课。
周小贼，醒了。一点小伤，没事儿。那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哎，我说，我这刚醒，你能不能让我看点好看的东西啊？快，把你这张老脸移开，快，快！满意了吧？哎呀，快移开！你小子就这个时候最可爱。谁让咱是兄弟呢？怎么样啊？那个刺客使完了吗？闪了一遍，嘴硬，脾气特臭，让我又发脾气又打人。你又打他？没时间。我算看出来了，我得赶紧出院。我要不出院的话，你能把这房顶都给掀了。如果真这样的话，那就赶紧出院。不过这小子，我总是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，特别眼熟。还真是，尤其他开枪的一瞬间，我觉得他眼睛里有一种熟悉的东西，但是什么我说不清楚，很奇怪。你看，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，感觉都一样。但这小子不简单，先关他两天，等这个粮荒过去再说。行，到时候我去会会他去。马鞍山，我是你老婆。我看我兄弟怎么就不能进啊？啊！谁不让你进来呀？啊！进来吧。终于听见了。真的是把这粮食都运过来了。你吃的这个馒头就是人家叶小姐送来的面蒸的。其实啊，他们家剩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几天了，可人叶小姐跟他爹说了，就是饿死也得跟临江的百姓一起饿死。你多好的同志啊！啊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咱们共产党不是最恨这个封建专制吗？是吧？不是鼓励婚姻自由吗？咱们不是一直说什么英雄不问出处啊？只要投身革命，那就是共产主义好战士，对不对？啊，兄，哎，可是你现在对待叶小姐这种态度，那就是封建专制。我怎么对待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就不相信这个叶小姐跟她爹都不是一路人？行，我呀，我这脑袋有点疼，我出去透口气。哎，你疼个屁！你把话说清楚再走。哎呀，还有啥好说的呀？这事特简单，乔梁不能娶资本家小姐，否则没法进步，所以我不同意。谁说他娶了叶小姐他就不能进步了？这还用谁说吗？反正我认为哈，只要这次叶小姐她能说服她爹弃暗投明，那她就是咱们的好同志，她就是对乔梁有帮助。你说一千道一万，总之我不同意。哎呦，我说你还讲不讲道理啊？阿亮，娘，不是娘呢，她在哪屋？我去看她。哎，娘，那个您现在还不能去看她。为啥不能？哦，那什么，那个她那个病房现在刚消完毒，她不是那个现在受伤了吗？不能跟外面接触，要不然的话就得感染，是吧？不能跟外边接触。嗯。那还是特严重呀、啊！没有没有，娘您别着急啊，真的不严重。那就是因为他现在刚刚受伤，完了现在就得消毒，完你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啊，那我隔着玻璃看着他，那也不行。那咋不行啊？哎呀，那个什么，行娘，你看我还以为您想进去看呢。娘隔着玻璃看可以啊。完了，那个谁，陈志海，我娘要看看你乔主任啊。
娘，要不然您先回去吧，啊，这乔梁啊，明天早上才能醒呢。就是，娘，您就放心吧，不可能有什么事儿的。等他醒了，我去见见再来看他呀。就是，你给我看好了他，不能再出事儿了。我都说了，不可能有事儿，快赶紧走吧，走吧。威胁到乔主任生命安全的。我来上班来了。乔主任都把我批评成那样了，我在家里还坐得住吗？那天我的话确实有点重了。马鞍山说你是被刺伤的，对吗？乔亮，那您这几天就好好在医院里边待着，别出去了，啊？那怎么行呢？我不仅要出去，而且我得赶快出去。现在临江城粮荒的爆发可以说是迫在眉睫，我怎么能躲在医院里呢？那你要是出去了，万一……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你也不想想，刺客离我这么近，都没杀了我，以后我不可能再给他机会了。亚楠，为了你，我得好好活着。我当然得活着了，我还没结婚呢。等忙过了这阵子，真的，我要正式的向你求婚。小心点啊！马主任，马主任，哎呀，怎么了，老秦？漫漫路上的纯真情怀。染成了满天飘落的尘埃，是谁在无尽的徘徊，迷失了再也回不来，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，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，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，灵魂留下来。城市曾为在心中刻骨入怀，城市曾为我们喝彩，人潮曾让我们期待，坚定而澎湃的爱，远方如风终成永在。